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亲自到华航诺富特桃园机场饭店坐镇，4月29号完成清空。两度清消饭店内外，诺富特二馆上个月正式重启，恢复成华航机组员的检疫处所。现在更要联合警政系统提高管制标准，包括了警政署保一总队派保安组负责门禁管制跟24小时的这个监看，那由卫生福利部派这个卫生组的同仁哦负责运作的监督。至于诺富特一馆何时恢复，还需要经过民航局指挥中心以及桃园市府同意，达标以后就会作为专责检疫旅馆。经历过防疫破口风暴后，诺富特饭店已经成为华航机组员专属的防疫旅馆，未来所有人都要在这里做好隔离检疫的工作，做好坐满并且待满隔离期才能恢复飞行工作。我想人员管理哦是整个防疫旅馆的核心，那这个部分呢要确保那么机组员在防疫期间哦不离开房间哦，减少接触，减少风险，我想这是很重要的这个检疫原则。中央协调警政署派出警力紧盯机组人员的防疫管制，在诺富特饭店进入督导就是要避免重蹈覆辙。三立新闻张玉姐洪婷台湾报道。